特点，它都不一样。刚才这个岳云鹏说的太好了，嗯，唱的也非常好，是春晚就火了一首歌，嗯，就是说相声的唱的，嘿，啊，刚才也给大家展示了，嗯，旁边那个胖子呢叫孙越，孙越最近还瘦了70多斤呢，原来的什么样、啊？是不是？您根本看不出瘦来。嗯，岳云鹏、孙越搭档真有10几年了，得越来越默契。嗯，二位呢后台稍事休息。这场该您表演了，这不是轮到我了吗？这是我们这儿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，您夸我，在我们这儿不光说相声，光说相声他已经不满足了。朋友们有知道的，你看看，大家都很了解。嗯，这是德云社的副总。哎呦，2020年1月17号下午3点宣判的。北京有个地名叫北展，你给我枪毙了。枪毙了吗？宣判，不是刘和英宣判的吗？那叫宣布的，宣布的，对，行，宣布的。嗯，自从他得了这副总呢，在我们后台来说吧，得了这副总、啊，这怎么了？你看，获得荣誉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，这不就得吗？还是病，得到。您说当上吗？也可以。嗯，自从他当了副总之后呢，在我们后台人缘最好了。呵啊，大家都愿意跟你一块交朋友啊。是吗？啊，愿意让你给安排点演出。哎呦啊，愿意呢跟你一块喝喝酒啊，吃吃饭呢、啊、交朋友聊聊天啊，这是一很好的现象，是不是？郭德纲也很宠幸他，是吧？你宠爱就是宠着你。对对，你很幸福。嘿，就是这意思。嗯，郭德纲很喜欢他。嗯，管他叫爱徒。您郭德纲80多个徒弟呢，为什么他是那爱徒呢？嗯，后来我一跟这个侯震打听才知道，他是郭德纲他爱人的徒弟。哦，我跟我师娘学的。那怎么了？并不丢人呢。这不是好话。是你师娘也是演员呢？是。教过你没有？教过。你教过就得是学习啊。嗯，他师父、他师娘、他于大爷、他侯爷，反正都教给他。侯爷教过我吗？教他说相声。侯爷，你要教相声也难为侯爷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侯震就刚才主持人啊，他是侯宝林先生的孙子。对，这孙子其实有点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话？但是你让他教相声呢，他因为多年已经脱离舞台了，哦，未免有些生疏。侯震别的方面是一把好手，嗯，比如说开汽车，嘿，100公里无事故，就是说的就是侯震。100公里无事故。对啊，没多远呢、那个、从北京开来的愣没撞上。我靠，太侥幸了啊。是吧、嗯、反正就是说开车开得非常好。对，100万公里无事故。您听听，说就是侯震。嗯，另外有一绝活啊，指挥人倒车相当漂亮。教练，挺大的车位，好些人尤其新手倒不进去，费劲着呢。70多把进不去，你说不着急吗？费劲。侯震来了一把准撞上，是吧？撞上谁都行。嗯，撞上干嘛？你不听他的还不撞上？哦哦，你只要听他指挥，绝对又快又准就进去了。好。嗯，侯震说听我的、啊、我这人就是嘴碎点，没别的毛病啊。你把窗户摇下来，窗户摇下来呀、啊、不别四个都摇下来，摇你那就行。嗨，摇下来。哎，听我指挥啊，左边打死，倒压我脚了，上。但是指挥是不错，就是废脚丫子，是不是、啊、反应特别快。对，侯震咱实话连他都得信服。嗯，脑子的确聪明，可以的，反应很快。嗯啊，知识面也很广，那就是储备、哎、对吧？咱还就说这些人各方面吧，对您都有帮助。嗯，您才能把相声说得这么好啊。嘿，对吧？你一听，您现在你要说全天津市全北京市都认识您，这个也被夸张。那可不啊，起码啊，就是咱们剧场的人吧，有95%都得熟悉您。95呢？都熟悉您。这个演员一出去之后，你走到海河边，人一看，哟呵，马凤英。对你呢都相当的了解。您别再等会儿。因为什么呢？您先别毕竟也。您先等会儿。谁叫马凤英啊？不是你啊，胡说八道、啊、我前面说这10来分钟的形容夸奖你都实受了，不就是你吗？我不是马凤英。这人总是那么谦虚。这是谦虚吗？啊，您不是谦，你不是马凤英吗？不，我姓栾。栾凤英。我姓什么都得叫凤英。你自个儿介绍你名字。栾云平。啊，对，栾云平。对，很有名气。呵，那介绍完您的名字，你看观众席当中死一般的寂静。这叫什么话呀、啊、就是特别安静啊。是特别安静、啊、提起你来讲啊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。嚯、哦、俘虏皆知。
是吧？什么字眼儿？家喻户晓。后边那句腐乳皆知。嗯，卖酱豆腐的是吧？我爱那白的啊，妇孺皆知。哎，反正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喜欢听你的节目。嗯，现在又荣升这个德云社副总，嘿，这叫双喜临门。你瞧，好事儿，我都替你高兴。谢谢你。说实在的，我真替他高兴啊。你看我们老在一块儿说相声啊，这个是舞台合作。对，私下里头我们并不说话，知道吗？怎么不说话呢？啊，怎么咱俩不说话吗？不是，没有机会跟您说话呀。我也稍微忙了一点，他事儿太多。这演完出拖了大罐，后头那吉普车等着他呢，吉普车后门接走，人家就汪汪就走了。小吉普干嘛呀？拿我当警犬呀是吧？挨着你警犬干嘛？不是跟吉普车拉我上哪儿的？怎么抓走了？不是，慰问去。慰问去。哎，你有你的活动，到那儿这儿出席出席，那儿给人出席一下，你不就给人出席一下吗？是我们这水学居多，对不对啊？不，谈不上学了。对，是吧？反正就是说什么呢，人缘好啊，我想有机会跟他坐住了聊聊天啊，谈谈话呀，机会难得。是。哎，但是现在呢，我逮着你了啊。逮着我，你听着字儿，这些日子你跑不了了。哎，因为什么呢？咱们这儿得连演好几天呢。嗯，你有事儿你也出不了天津市，是对不对？跑不出圈了。哎，我就借这个机会，我打算呢，我请请你，啊，行不行吧？第一，祝贺您当这个副总，这时候祝贺，哎，祝贺您不没时间呢。嗯。第二，庆祝咱们天津德云社开业两天，啊，第三，我还没想好呢，嗨、啊，反正种种理由吧，啊，我打算请请你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啊，不合适。你看，刚一提请客去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我这人就俩字儿，痛快，对吧？痛快。我说出话来，我说请你吃饭，请你干嘛？你驳我面子，我脸上不好看，我心里特别别扭。嗯，我说请你吃饭，你是吃还是不吃？你都再给你机会，你都这么问了，我就吃，吃，吃，真吃，真吃。哪吃？哪吃？听您的，别听我的呀，别听我的。您出主意，我随着您，这叫客随主便呢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反正你一共带多少钱呢？别花亏喽，量入为出嘛。你家里头八个孩子是吧？你跟你八大爷呢？你行，别乱了，你别乱了。怎么乱？不是，咱谁请谁呀、啊？谁请谁都行。别都行啊！嗯，刚才你说的你请我呀？我请你。对呀、啊。我说过这话吗？你刚说的呀。啊、哦，我请你，我请你，我请你。对呀、啊，嗯，你请我，我请你呀、啊，我是想让你出个主意。我出主意，你不出主意就听我的了。对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上我家去，干嘛家吃？认认门啊，哦，得聊天啊，对不对啊？有这么句老话，叫要饱家常饭，要暖粗布衣。哎，咱就粗布衣了，好不好？我嚼得动吗？这不你点的粗布衣，家常饭啊，家常饭，对，家常饭。你又不喝酒。是吧？喝不喝酒的话呢？我喝酒，我喝酒。侯震说你不喝酒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对我不了解。哦，我还爱喝，爱喝咱就准备啊。就是嘛，爱喝咱就喝酒啊。嗯，不过好酒竟是假冒伪劣的。你看，他仿的跟真的差不多少，咱看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喝红酒吧，又让人笑话。谁笑话？是不是？喝啤酒吧，天挺凉的。你要喝料酒呢，我们还得炒菜。没有喝料酒的。嗯，我爱喝个啤酒，爱喝啤酒，对，真爱。你别亏着心啊。我亏什么心呢？你别愣着顾我面子，非得喝可没必要、啊、不，我爱喝啤酒，真爱喝，真爱喝。那就买啤酒。嗯，买啤酒来他两箱，对吧？一八瓶六两瓶四一瓶啤酒，对吧？咱俩人吃饭一瓶啤酒，一大瓶啊，一大瓶也是一瓶，就那355毫升那个，那易拉罐那叫一大瓶，那叫一小瓶儿，易拉罐那种，我知道，那不纯吗？呵，喝前摇一摇，这都是啤酒吗？啊啊，摇一摇一，不就那玩意儿吗？对啊，易拉罐吗？记着你喝，记着我喝。对啊，你有胆子你都喝了。哎呦呵，真是的，万一呢？你要喝不了呢，剩个3杯5杯的，我再喝。是一共也倒不出3杯5杯来，你喝，你有本事你都喝了，我都喝，吓唬谁呀、啊、你？酒别弄那么些个，嗯，对吧？你酒少，咱多来点好菜。好菜，好菜，第一个好菜，果仁儿，这是一个菜了啊。完了，不完了干嘛？果仁儿就啤酒，
这还不如那卧铺吃的好呢。卧铺吃好不你自个儿花钱吗？嗯，这不我请你吗？哎呀，果仁你出主意，是炸果仁是炒果仁是五香果仁是狗屁果仁，哎，你可以选，你怎么吃也是果仁啊，是吧？啊，那咱就生吃吧，生吃，生吃，生吃养胃，您知道吗？连做都甭做了。果仁这是一个大菜了，然后还大菜，瓜子儿必不可少啊！哎，插花卉来了，对吧？然后再来一个素炒毛豆，这是一个啊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菜呀？嗯，什么叫素炒毛豆啊？你甭管了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素炒毛豆，这是一个菜。嗯，另外再来一个我们家祖传的传家菜，咱听听。这菜一般外边你还吃不着。什么？海带丝炒韭菜，是吧？这个呢，我都没听说过这菜。你没听说过不能当标，你没听说过事儿多了。海带丝炒韭菜，哎，炒在一块儿，这不都一团乱麻了吗？生活相依，你就别唱了。嗯，炒完了这一盘子里边，对对对，您一夹这一盘子都起来了，都敢沾了。我请你吃饭到我那儿，你一块儿都夹起来，你能那么损吗？你不是这都系在一块儿，系在一块儿，你没让你直接一根一根炒啊，你得改刀啊，改刀。哎，海带丝儿，你在水管底下撸吧撸吧，你洗干净了，你不得改刀吗？嗯，海带丝儿切滚刀块儿。滚刀块，海带丝切滚刀块，哎，把那臭韭菜捋明白喽，捋好了之后摘一摘，这个韭菜那切那个叫菱形块，韭菜切菱形块，哦，哎，切完之后再炒，搁一个虾米皮，然后呢提点味儿，这菜叫什么叫虾找？虾找干嘛？一个海带丝炒韭菜，一个虾米皮，这都找不着它了，提那味儿，谁吃的虾米皮，这一年走好运。好家伙！哎呀，哎，点点，稍微点点鸡精，还点点鸡精，来一粒一粒鸡精，一粒鸡精搁在里头，你吃去吧，你吃一回想两回。你吃过香东西吗？吃一回想两，还有别的呢。海带丝炒韭菜，对，这是七个菜了，是吧？怎么就七个菜了？几个菜？几个菜？俩呀！啊，算上那果仁不才俩菜吗？一果仁啊，海带丝炒韭菜，清炒毛豆呢？哦，一点的瓜子也算一菜啊？瓜子素炒毛豆，这不四个菜吗？再来一个清炒黄瓜，对吧？咱跟那个色儿得搭配好。什么叫清炒黄瓜呀？黄瓜，懂吗？黄瓜切那凤眼片，掐头去尾切那凤眼片，切完之后搁在锅里头，少搁油啊，我不搁也行，反正搁锅里唰，别开火啊，唰唰唰。你这干嘛呢？清炒黄瓜呢？你是不是没事闲的？没事闲的，我躺会儿不好？我跟你说这个嘛。不是您这切什么？切片儿？对，凤眼片儿。切片儿？对，搁这一盘儿，搁那锅里涮涮。你图什么呀？图什么？补铁呀，这东西。你咔着咔着铁锅，这玩意儿补铁。你没有学问，你不懂得养生。不是，你怎么也得搁点鸡蛋呀，搁点木耳啊。那不行，那成木须肉了，那哪行你？是吧？这里有肉吗？就木须肉？没肉那成木须了。你这人条件要求老那么高。那成木须了。清炒黄瓜，哎，海带丝炒韭菜，俩菜，然后是这炒毛豆，哎，素炒毛豆，素炒毛豆，对，这都是经典的菜，对，再加一个果仁，果仁还有瓜子呢，瓜子，五个菜，然后呢，好的在后头，好的是什么？咱再来几个海鲜，你过敏吧？过敏就算了啊。哎呦，我不过敏。过敏吗？我不过敏。不过敏啊？对，不过敏咱准备点海鲜。好，咱来一个呀，这个海鲜是来一个汤菜，你不爱吃吧？爱吃也可以啊。啊，那咱就大大方方来一海碗的什么紫菜汤啊，来一碗紫菜汤呢。不是，搁一个虾米皮。一共我吃了俩虾米皮。不，咱俩一人吃了一个。不是，这海鲜在哪儿呢？紫菜呀。你们家这紫菜都算海鲜了是吗？那紫菜是树上长的吗？不是。地上结的？不能。天上下的？不。哪儿的呀？是海里的。对呀，那不是吗？海鲜吗？那有错吗？紫菜算海鲜。哎，一碗紫菜汤，来一滴香油。一滴香油。哎，滴滴香浓，这东西。嘿好。一滴香油，然后咱再来几个阳澄湖的大闸蟹，是吧？随便来几个。您早说呀，这个多硬啊！什么呀？阳澄湖大闸蟹吗？嫌硬啊。对啊，不，没有啊。
是这意思？不是，我不是说嫌硬，我说这菜太横了。对，咱得循序渐进嘛。是，对，由差点的、普通点的，慢慢的不就好了吗？我说不能那么白斗，没说完呢。还有这阳澄湖大闸蟹，哎，阳澄湖大闸蟹，对对吧？咱这人，我这人不舍得买别的，在吃上我最舍得。您太机灵了，对吧？我就在吃上我舍得花钱。好好，哎，阳澄湖大闸蟹，这么大个吧？你这么大个夸张了，就是帝王蟹没这么大，阳澄湖大闸蟹那不小，三斤要俩的那个，好，对吧？对，咱俩来它14个，当饭吃，咱俩来14个，咱俩是吃14个，吃14个，你看看我有12个就够了，我有12个，我吃俩，一锅一馍，你要吃不了，我还能吃，好，14个都是你的了，你能吃，不是，咱俩匀着来吧，看谁手快了，是吧？抢来的，上跟瓜子儿比赛一样啊，咱比赛一回啊，吃螃蟹，好不好？这菜可以，哎，阳澄湖大闸蟹，呵，这东西好，嗯，但是呢，就怕我们楼下那五金商店呢，他不一定买得着，对吧？这么着吧，买得着呢，咱就来14个，实在买不着呢，那咱就算了，很遗憾。您那准买不着啊，您那是五金商店呀、啊、五金商店呢，你五金商店你买螃蟹去，你买钳子凑合着，钳子它叫五金商店，它都是五金一份，橘子五金一份，香蕉五金一份，塔木鱼五金一份，黄瓜五金一份，对吗？哦，铅笔五金一份，橡皮五斤一份，茶壶五，它都是5斤5斤的，认死理儿，这叫五斤商店。得，它不一定有卖的，买得着咱就吃，买不着就算。我猜它肯定没卖，是吧？嗯，反正我是这么些年，反正没买着过。对，悬了，买不着没关系，嗯，咱有替代品。什么替代？嗯，得跟它差不多的。那当然了。松花，松花怎么样？阳澄湖大闸蟹，对，这就改松花蛋了。来2个。2个松花，你可太大方了。来2松花，2松花蛋，剥了皮儿吃，剥了皮儿，用你告诉我呀，还得改刀呢啊，切成片儿，松花蛋切成片儿啊，那不都粘刀上了吗？那不榨汁儿啊？对，榨汁儿，你看多噎得慌呢嘛！他们给出主意榨汁儿，你不不能听这个。松花蛋切片吗？你得切成那橘子瓣儿。哎呀，我们的那就叫片儿了。切完之后呢，来点姜末，对吧？来点醋，这叫姜丝松花蛋，啊，姜丝，剃了秃噜，驱鬼来了。你看着鬼片，一吃这个多美。姜汁松花蛋，姜汁松花蛋，对吧？来这，但是有的人不爱吃，嫌这松花这东西拿石灰烧出来的，有这么一股子怪味儿。你怎么样？我还行，不吃就算了，是吧？不是这个，我直说我还行啊。您说我不行？你说不还？还行，对哦，还，对不起，我少听你走汁儿，你对不起，不行，哦不行，人说还行，人说还行，有这么听话的吗？我就听着不行，哦，还有一走汁儿呢，差一点松花蛋都没保住，走汁儿没听见啊，这是前后这么些个菜了，是吧？你自个儿记着点，也不那么些个菜，然后呢，你平常吃饭的时候也吃点猪食吧。对，我吃的是饲料。哦，猪渴望。不是，什么叫猪食？你都吃完了凉菜了，吃完就冷拼了，你不得吃点猪食，要得饱啊。那叫主食。哦，主食，我这人嘴里有毛病。呵，平常吃点主食吗？哎，这主食啊，主食咱们也准备了。好，主食没有选择啊。什么？我准备的是包饺子。您要早说有饺子啊，之前那些菜都可以忽略，那就是韭菜，就是，对不对啊？是，包饺子，包饺子可以，行吗？哎，好，好吃不如饺子，舒服不如倒着，煮得了饺子倒着吃，我再灌一脖子醋，这不又好吃又舒服？别，我做好了吃，哦，坐着吃，对，你喜欢吃什么馅儿？我喜欢吃，什么馅儿？咱准备什么馅儿？韭菜啊，茴香啊，行啊，咱就按你这选择，行，咱包的是韭菜茴香馅儿的，是吧？包完之后呢，点一点韭菜跟茴香，您包一块儿啊？这不你点的吗？咱别糟践东西了，行不行啊？不你点的吗？不是，怎么也得韭菜肉啊，茴香肉啊？哎，哪那么些肉啊，是吧？吃肉不健康，韭菜茴香包一块儿吃去吧，吃一个想两个。这，我家有个小竹锅，小啊，小竹锅，干嘛？那不都
就着了吗？着了，你没知识，里边有水啊，那竹锅锅就起到一个热传递的作用，它着不了。那小竹锅你这都新鲜，到时候看看啊，开个眼。小竹锅，小竹锅，吃一个煮一个，是吧？吃一个煮一个，哎，拿勺推着点，别沾上，是吧？他一个跟谁沾上啊？跟锅沾上啊。你可太废物了啊！煮一个饺子你还扒锅了？对呀、啊，还得打水呢，打水呢。这供得上吃，你是三块饺子两块面，不是这一个饺子供不上。供得上，你不爱吃那热的吗？烫嘴烫心的。您搬个凳子坐炉子边上，知道吗？这一熟了，一张嘴，走下去，这再下一个，走。你是不是伺候过胃癌呀、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有这病我们不知道。谁有这病？不能吃一个煮一个，太少了，咱俩老盯着这锅呀。那怎么吃两个煮一个？哎，不那、啊、不是，你怎么也得煮十个煮二十个这么吃。对，煮十个吃一个，煮十个吃十个。哎，那这差不多都吃完了咱再煮。嗯，你这别操心了，这就别操心了。韭菜荤香馅儿全是我准备。嗯，哎，咱就定好了啊，连韭菜主食咱都定完了啊。一听啤酒。对，一听啤酒。喝完饺子呢，您最好来点饺子汤。饺子汤，这叫原汤化原食啊。对，大家有这生活经验，嗯，吃完饺子喝点饺子汤。是，面条煮面条那汤您别倒了啊，也别拿它洗头啊，别浇花，浇花什么都不行啊。对，浇泥，把它喝了。嗯，喝了。这叫什么呢？原汤化原食，喝点面汤。哎，早上起来看见炸果子的，跟他商量，你炸果子那油，你把它喝了。是吧？原汤化原食，咱别胡闹，行不行啊？那不是汤，那是油，原油化原食。这你喝吧，你留着喝吧。哦，行，咱就定好了，饺子汤你随便管够啊，是管够啊，是饺子没够。行，咱就这么定下了啊啊。明天你有事儿吧？明天我没事儿，上午没事儿哈。嗯，没事儿，咱就明天。行，对吧？麻利快，咱别拖着，一拖着就没谱了。对，明天上午10点你起不来吧？我起得来，我不睡了。不睡，可10点最容易困。我不睡了，我就盯着这饭。行，那咱明天上午10点，咱就在这剧场门口。嗯，今儿咱不这儿见的面吗？对，明天咱还在这儿。哎啊，10点啊，好，咱是不散不见啊。那就回吧，那就别来了。哦，你不来了？怎么不来了？那叫不见不散啊！不见不散也行啊，这不是次序颠倒一下没关系。别去。10点准时，不见不散。行行吗？行。您在这儿，您说相声、嗯、啊，我回去得给您准备去。哎呀，好吧，嗯，拜。嗯，还是得好好准备。尽量给人说乐了。这个海带丝炒韭菜，切滚刀块，我估计这菜从今天就开始得准备。哎，嗯，赵先生，谁姓赵啊？嗯、啊，聊什么的？我姓栾。啊，对，您这姓太古怪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哪记得住栾先生？对，栾先生，行了吗？对。我想一点事儿来。嗯，咱别吃包饺子了。怎么了？包饺子东西啊，太费劲。你不包它省劲。不是，你多少道工序啊？大家都见过饺子，是吧？对。你包饺子，首先我得买面去吧。你们家连面都没有啊？平常我们都吃米，那面买回来，我得上自来水公司把水先开开。然后呢？你们家是不是住窑洞里边？和面。和完面呢，还得弄这馅儿啊，麻烦极了，啊，和面还得揪劲儿擀皮儿包煮完捞出来，捞完你还得吃喽。对，净剩做饭了，没时间谈话聊天了，嗯，对不对啊？是，吃点省事儿。什么省事？炖肉烙饼。哦，这可以，对吧？炖肉炖上就甭管了。对，炖肉烙饼，咱来的5斤牛肉，好，5斤羊肉，嗯，1只肥母鸡，10斤栗子。是那么些栗子，你不爱吃栗子吗？哦，砂锅炖肉，黄焖栗子鸡，嘿，哎，烙点螺丝转的饼啊，撕着吃啊，您还解闷儿？你瞧，对吧？炖肉，黄焖栗子，我们家有老母鸡啊，自己养的，这么大个儿，又肥又大，嗯，也就你去把它宰了给你吃，您够意思。当然，虽然这鸡是老一点啊，老点没关系，一会儿回去我就把它宰了，微火啊，炖到明天上午8点，兴许能熟，知道吗？不是您，这鸡肉是最好熟的呀。怎么了？你从今儿晚上就开始炖到明天，嗯、你这是炼丹呐？炼丹不就炖烂乎点？不是，这鸡多老了？嗯、啊，多老了？多老？多老了？我说不上来。反正据我姥姥说呀，哦，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大3岁。大3岁，论起来我得管它叫大姨。那是。
哎，冲你，我请你客，大义灭大义。大义灭亲，您听过吧？哎，咱是大义灭大义，把他宰了，手起一落，出完了。别别，哎，给你吃。别，对不起你吧？不不，您这不是鸡呀、啊，嗯，您这是鸡精啊。鸡精干嘛？别，留着他，留着他。没事，你吃这个，嗯、我那还有个姨夫呢。你吃？不，吃姨夫要不？我带点小米儿，我瞧瞧看去。你抱走吧要不？我不要你，我供不起这个。没主棍儿。我不，我们这庙小，鸡有主棍儿的呢。也没戴眼镜。行、啊，我不吃啊，不吃鸡不抱走、啊。我就是光吃栗子。黄焖栗子，对，那栗子十斤栗子你拿走吧、哎。那甭嘱咐，你又爱吃这个是吧？我特点。那咱就光炖肉了 啊，炖肉烙饼。行，炖上烙饼啤酒就算了吧。啊，然后呢？这些你怎么就得做主就算了？一瓶啤酒也没了，你这喝那么些酒，你再吃肉，你吃不下去了就。好家伙，对不对、啊？啤酒也没了，酒菜也就随之取消了啊。对对，它是一步一步的。对，然后咱就是炖肉烙饼，嗯，主要为聊天说话。行，明天上午10点钟，10点门口啊，哎，准时，不散不散啊，不见不散啊，不见不散啊，我就不唱了啊。啊，行行，哎，说相声。哦，我希望您说一段抡弦子。对，别在这添堵了就。哎呀，这鸡比他妈还大3岁呢。哎，孙先生，谁姓孙呢？啊，刚那会儿找那孙子不是你吗？对，我姓栾。啊，栾，对，我记得有个栾嘛。栾、嗯、先生，栾，咱别吃炖肉。嗯，这个肉这东西它不烂，你不炖它烂不了。不是不炖烂不了啊，这牛肉啊，朋友们都吃过，牛肉它得微火靠着呀，它慢慢的烂，它才有意思。是不是？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，你都关门了。嗯，明天早上起来现买肉去，炖半天到中午一看，哟，忘开火了，肉没熟啊，给您吃什么呀？你不开火，它能熟了吗？你开火了，它的功夫也不够，也熟不了啊，成泡菜了，对不对啊？干脆啊，咱吃窝头吧。什么？不是请客？嗯、请客有请吃窝头的吗？那窝头怎么了？你吃窝头吗？你大哥一看吃过，好嘛，一听。窝头是好东西，你别洗了马虎了。谁没吃窝头？你吃窝头吗？吃没吃过？我跟你说啊，我6岁掐的奶啊，掐完奶我就改窝头。家长够狠的，哎，那不是笑话吗？那个、嗯，哎，窝头跟窝头不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你说你吃那窝头长什么样？都一样啊。什么样？上面一尖，底一窟窿。区别太大了。嗯，我那不一样。您那个底一尖，上面一窟窿。您这窝头拿大顶，哎，杂技团的窝头，主要它这面不一样，都一样。你那什么面呢？我这棒子面，我这玉米面，这不一样吗？这不，这个不光是玉米面，还有大米面、小米面、绿豆面、栗子面、红糖、白糖、青丝、红丝、杏仁、瓜子仁、核桃仁、青梅、橘饼、圆肉、瓜条，大大的鸭蛋那么一发，鸭蛋发，英名叫窝头，实际呢，福地八宝大窝头，还是窝头，嘿。咱这东西你都没听说过，头一回听。听说过吗？没听说过。完了，好好，哎，窝头怎么样？窝头行啊，窝头也吃，窝头吃吧。是不是干点啊？干点有可乐呀，可乐就窝头。哎，窝头就可乐，怎么样？甜丝丝，生活永远幸福。我这春游来了。行，春游有带窝头的吗？带窝头，带点可乐。对，好，行不行吧？行，让您吃的，哎呀，也有风味，尝尝着，绝对难忘。哎呀，好吗？吃点新鲜的窝头啊，窝头。再见啊！哎，我那好窝头啊！哎，行，别稀里马虎了。行，拜拜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窝头啊也够瞧的，头一定窝头啊就可乐。栾先生，谁是？哦，对。你看，你要老改姓，好容易我们记住了，你又不对了。栾，姓什么？姓栾。别改了啊！不改。栾先生，咱甭吃窝头了。哎，你看他也有这诉求。咱喝点煤油吧，煤油太贵了，喝点凉水吧，凉水你挑不动的，河边印印吧，就这么办了吧。有四干四鲜四冷荤四蜜饯三甜碗，还有四点心。我什么菜呢？四干呢？啊、黑瓜子、白瓜子、核桃蘸子、糖杏仁。四鲜：北山苹果、深州蜜桃、广东荔枝、桂林马蹄。四蜜饯：青梅橘饼、圆肉瓜条，三甜碗，莲子粥、杏仁茶、糖蒸八宝饭。哦，四点心吧。芙蓉糕、喇嘛糕、油炸烩的炸元宵。不是，咱菜在哪儿呢？问的都是他爱吃的。菜在后头呢。是吗？这是压桌碟摆样子。哦，愿意吃吃两口，不愿意吃推下去。嗯，紧跟着给您上的就是满汉全席，
南北的大菜。这头道菜，头一道大菜就是蒸羊羔，嚯、哦，后边还有呢，还有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什锦酥盘、熏鸡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江米让鸭子、罐野鸡、罐鹌鹑、卤什件、卤子鹅、山鸡、兔脯、菜蟒、银鱼、清蒸哈士马、烩腰丝、烩鸭腰、烩鸭条、清拌鸭丝、黄心管、焖白鳝、焖黄鳝、豆豉鲶鱼、锅烧鲤鱼、锅烧鲶鱼、清蒸甲鱼、抓炒鲤鱼、抓炒对虾、软炸里脊、软炸鸡，还真不少。什锦套肠、麻酥油卷、卤煮寒烟、溜鲜蘑、溜鱼脯、溜鱼肚、溜鱼骨、溜鱼片、醋溜肉片、烩三鲜、烩白蘑、烩全丁、烩鸽子蛋、炒虾仁、烩虾仁、溜腰花、烩海参、炒蹄筋、锅烧海参、锅烧白菜、炸壳、炒田鸡、桂花翅子、清蒸翅子、炒飞禽、炸十件、清蒸江瑶柱、糖溜芡实米、拌鸡丝、拌肚丝、什锦豆腐、什锦丁、糟鸭、糟蟹、糟鱼、糟溜鱼片、溜蟹肉、炒蟹肉、清拌蟹肉、蒸南瓜让倭瓜、炒丝瓜让冬瓜、焖鸡掌、焖鸭掌、焖笋、烩茭白、茄干、晒卤肉、鸭羹、蟹肉羹、三鲜木须汤。哦，还有红丸子、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木须丸子、三鲜丸子、四喜丸子、鲜虾丸子、鱼腐丸子、鸽子丸子、豆腐丸子、汆丸子、一品肉、樱桃肉、马牙肉、红焖肉、黄焖肉、坛子肉、胡肉、扣肉、松肉、关肉、烧肉、烤肉、大肉、白肉、酱豆腐肉、红肘子、白肘子、水晶肘子、蜜了肘子、酱豆腐肘子、扒肘子、炖羊肉、烧羊肉、烤羊肉、煨羊肉、涮羊肉、五香羊肉、爆羊肉、汆三样、爆三样、烩银丝、烩散丹、溜白杂碎、三鲜鱼翅、栗子鸡、煎汆活鲤鱼，还有大板鸭，还有大板鸭。哎呀，大板鸭来了，嘿，当时你爸爸吃完了一麻子胸脯，饱了，撑死了。